家好，我是中新社记者梁小辉，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。当地时间14日下午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。这是习主席时隔6年再次来到美国。在旧金山期间，习主席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，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30次非正式会议。